不会怕死。耳朵爆炸、啊！快爆吗？嗯。哎呦，你好像又正常了。又正常了是不是？你一二三四五六。感谢，感谢现在订阅，订阅七个月，阿里嘎多，谢谢。七个月，阿里嘎多，感谢订阅，感谢订阅，感谢大家订阅，感谢订阅八点了，谢谢大家订阅，感谢感谢，一人一定十个订阅。感谢十个人，感谢感谢感谢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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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一定大力的感谢。我的耳朵应该还好，嗯，他流水了，他流水了，感谢感谢，我的妈呀，奇怪了，怎么回事？感谢感谢大家订阅，感谢大家订阅，感谢你，你感到。晚安，大家晚安。晚安，晚安。阿蒋也比较大声。喂喂喂，叶三叶三，我吗？我在调，没有说记。刮，嗯。好，我们接啊，十个人的鹅鸭烧。耶，耳盲二十模组还没更新，我们就来鹅鸭烧。今天有小编、孟娜、哈基、玲玲、柯白、蚂蚁、茄子、阿喵、露米，还有我十个人。哎呦！哎呀！那我们先来，大家彼此可以测试音量，都可以尽量调整。十个人应该就两个狼，两狼，一个中立，剩下七个人，七四四个职业好像可以。好，那用原本的这些好像 OK 哦。大家可以右上角点开来啊，我们开启的职业有呆呆鸟，呆呆鸟就是第三方被票出去，他就会获胜，所以要小心。那好人方呢，有通灵者，通灵者就可以知道现在的幽灵数量，它是一个技能，是 CD 的，你可以尽量用。然后呢，正义使者等一下介绍啊，还有加拿大鹅。加拿大鹅就是倒下的时候，对方会自动举报，所以很厉害。一开始可以找旁边的人跟他说说。那这次还有开心的东西，好吧？最近这个啊 ，Me Too 很长啊，大家要注意安全，好不好？要小心骚扰的人或者是跟踪你的人，他可以跟踪一个玩家的行踪。他跟踪是怎样？我也没开过，我也不知道，我也没做过这种事情，所以我不明白。嗯。哦，阿喵可能知道吧，我不知道。嗯，阿喵知道，阿喵知道，茄子也知道。好扯啊！没事没事，我也知道，我也知道，我知道，原来我知道是不是？嗯，要小心哦。那这跟踪者还是跟踪谁？就是随意啊，但他可能也会去跟踪恋人。我们开启 CP，CP 就是一个随机的两个人，那他们的目标当然就是要想办法活到最后，也有可能是鹅鸭一起 CP 都有可能，好不好？那就是要小心。那既然有这种跟踪的有 CP， 那就肯定要有好人方正义使者。每一场游戏你可以随意杀一只鸟，随意。看到谁不爽，看到阿喵不爽，直接变下去 ，OK， 好不好？这样啊，我又是例子，是不是？最好举例的啊，怎么好用？那坏人就是鸭子，鸭子有开专业杀手，他很特别，就是刀了之后，那。鹅是看不到，好人是看不到你刀的人，就是那边是没有鸡腿的。但是只要有任何人，好人经过那个隐形的鸡腿，就会自动举报。对，大概就是这个意思。然后还有一个特别的专业杀手是可以灭掉加拿大鹅的声音，就他如果刀了加拿大鹅，他不会自动拍桌，一样是谁经过那个加拿大鹅的隐形鸡腿。他就会自动排桌，所以这个就是要大家稍微去想一下的，好不好？好麻烦啊！那就是康特加拿大鹅啊，不然加拿大很强啊，对不对？那再来还有我们的派对，加拿大鹅会自动排桌哦。什么意思？你再说一次。
不是，如果专业杀手杀了那个加拿大鹅，然后没有爆嘛？那如果路人经过那个尸体，它就会自动爆了。对，自动爆。哦，这么厉害。哦，所以要注意一下。那一样也有派对，就是可以让别的玩家声音变尖，就只是趣味播放。那我们今天就是两个坏人，两个内鬼职业，然后一个中立方呆呆，一二三四，四个好人方的职业跟特别的 CP， 没问题吧？没问题。那我们就来试试看哦。没问题啊。请大家按下确定。按下确定。会有职业啊？什么东西？每个人都一定会有职业啊。数学十个人，两个坏人，一个中立方，跟四个职业，所以只有三个人没有啊。CP 的话就是有可能是你有职业，可能没职业，对。啊啊，那就来走起，试试看。噔噔噔噔。这是十分之三的几率啊！附近没啊？恋人，我不知道我的另一半可是我不知道我另一半我怎么知道？哇，好久没玩这张我好孤单寂寞在角落。阿乔，阿乔，我信你，我们走吧，我们去搭船，我们用。这边我都忘了怎么搭了。等下，这是什么？我也是，这是什么？我好像知道，那什么意思？有那个，为什么这东西没了？那是有人在玩那个广播，这是我做的。为什么？你做，为什么我就没得做了？是吗？我们要怎么离开这？上面有传送器，跟下面这里有那个可以玩的，可以搭过去的。我现在解一个任务，你是有什么特别的吗？我没有特别的，可是我想要去隔壁那边，要怎么去啊？这边可以叫那个船，你看一下，我解一下，这里有个我的任务，我快看好了。我看一下，这里啊，这里可以叫。阿奇，我叫了。阿奇都不见了。阿奇，至少我跟阿奇在右边。小编看到克白在哪里？飞鸟先说。是我发现的吗？那就是专业的，你经过。你在哪里？没关系，你在哪？我们在那个发电桥，就是。对对对对。所以你附近有玲玲，有可能是玲玲到了他，然后你看到，有没有可能？他还问我说，要不要去一起喝咖啡？我可以问一下吗？没有啦，我问你说你喝不喝咸奶茶了？他只要问我，可以问一下那个地图打开来，上面有个喇叭标志，是在那边发现的关系吗？好像是。哦，有标志？不是吧？可是你们说在发动机的时候已经有了呢。小编现在是在那里吗？小编你在那吗？剑桥左下角。对啊，我在那边啊。对啊，那就是啊。嗯。发电机啊。不是啊，你不在那哎。哦，不是啊，那个应该是那个。你不在那啊。其他任务啊。拍桌点。那个应该是其他。拍桌点。哦，拍桌点啊。所以你在发动机 ，OK？ 讲清楚，发动机。对，旁边有玲玲。对。那你怀疑玲玲吗？可是我没有怎样，我遇到小编想说跟你一起走而已啊。他按起来，感觉是好人的。他问我要不要，他问我喝不喝咸奶茶。没有啊，这咸奶茶为什么就只有他有，我没有，好扯。我先说一下，我跟阿茄在右边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把阿茄被困在那边离不开。我把阿茄，我投阿喵了。再观察一下。跟我等下，我们这局有监狱吗？没有监狱。会有，一定是阿乔或者乔，不是阿乔或者对阿乔或是阿乔，对。那应该是蛮巧的。
玲玲要打我，玲玲要打我，我要赶快跑！你要打我，不然你有什么？我看一下，我没有什么。哎，我只能在右边了，阿华怎么办？这边啊，这边可以搭。哎，你不，你没玩过这个？我没玩过这个，要怎么办？再见，再见，再见！啊，好过分！拜拜！说走就走！哦，他很危险，他是个危险的人。重启发动机，去这里。我们先去，我记得这个好像可以喇叭，喇叭。他在哪？这里，这里，左边，左边。一二三四，好，很多人。我现在。重启。为什么这么多人都不会玩？我玩的，你们这边怪怪的。我关了，我关了，我关了。我玩的，我玩的。你关他还要开？一二三四五六。玲玲在右边哦，他可以哦。我记得好像这个可以玩。土司庙，土司庙，土司庙刀人的好可怕！嗨、欸，你好。玩一下喇叭，怎么了？啊？这不是喇叭哦。那是喇叭。啊，你阿飞哦，原来。那好像就一人可以玩一次的。这个哎，这怎么玩啊？重启，重启校正，哇，这要等一辈子是不是？完了，我要死了。哎，谁？哎，我拍到的。孟娜找到的，你在哪里？嗯，我在发动机的往那个维修室的路上，然后我上去，我没有看到尸体，我是自己拍的。然后我走的时候，哈基下来。对，但我没看到任何东西。对呀。而且那时候我们很麻衣在那个维修的时候还活着哦。我们那边不是左边那边维修发电机吗？那时候他也还活着哦，也在哦。所以是往上走的人吗？对，我这边可以保阿喵，因为我们在玩喇叭。这样啊，但我听到的广播内容是阿喵杀人了，这是我喊的嘛，我乱喊的、啊。而且玲玲应该可能跟这道也无关，因为他在右边地图，不知道他传来没有。我在右边，我跟你讲，我本来想走上面的传送门，我就看茄子一个人传送过去，然后也不跟我讲话，也不跟我怎么，不跟我讲怎么传，超过分的。因为我是怀疑他，所以我就搭车走了。我先自清一下，我在维修室下来到发动机，我的确有看到孟娜，然后，但我走过来是完全没看到任何东西的。那，我不知道这个状况的确，如果是我，也会投我自己的。可是真的不是我，那你有身份吗？一头雾水，我没身份。好想干。没身份。这个投我情有可原的，不愧是真的不是我。就感觉都是专业杀手在刀啦，啊，只是就是大家可以看，然后。加拿大的资讯彼此也要知道，我是不知道。我也不知道。有人知道加拿大吗？我也不知道。如果你是加拿大，你要跟附近的人稍微说一下，说甚至跟全场说也没差，至少大家就知道状况。用喇叭讲。对。用喇叭这样啊。用喇叭讲。打我。怎样？你是哦、喔。他自己很。我不是啊。卢米都很安静耶，卢米。好悬。我是一般人类吧？哎，我是一般鹅吧。一般都一般，一般又一般，你很可疑哦。你为什么一般？我真的是一般。你问小编，我刚刚就站在他旁边。所以你小编可以保你。对啊，我们刚刚最后我在小编旁边。那孟娜也是有可能自刀自拍的，就是看哈基跟孟娜。我觉得他们二出一啊，我们要小心一点。那就一开始。等一下，小编声音又比较小，我已经把你调好大了。喂。哎呀，我这盘把你调超大。你说。很小吗？超小吗？对你，你小编你怎么都小成这样啊？啊，你什么职业？啊！矿音是什么？矿啊？是加大音量吗？你怎么？你在说的事情是什么？矿音有用吗？矿音哪有什么矿音？哦，
扩音吗？这样呢？这样有没有比较好？哦，你在说扩音哦？我在问你职业，你在扩什么音啊？我把你调大声了，没事，孩子。你什么？我的职业？我没有职业啊。哎，是这个吗？我这。